好啦，最後啦，第十六題啦。咁咧就話俾你聽咧，依一堆數嘅毛係十，叫你揾 M、N。咁依堆數咧又真係有兩眼窿嘅 ，M 同 N 都係唔知幾多。咁但係話俾你聽，個毛係十喎，毛係十。咁我哋觀察下啲密碼先啦。依度已經有兩個十，個毛係十好正常啦。咁但係咧，依度有三個三。咁好明顯啦，即係咧剩翻呢度咧有唔會有四個十喎，佢又唔話個毛係三同十喎，個毛係十，咁即係話好明顯呢兩個咧嘅 value 係會等於十嘅。你要湊夠有四個十，個題目先可以話俾你聽咧個毛係十，因為根據我哋邏輯推論，呢度本身已經有三個十，咁所以可以 solve 到個 m 嘅啦，二 m 等於十 m。等於五啦，另外十六減 n 等於十，所以 n 咧係六。咁有時呢度咧用少少邏輯推理去揾呢個 m n 嘅unknown。咁但係同樣都係考大家考同學咧，即係佢哋對毛嘅定義，即係出現最多次數嗰個 number。